1802年第三杯全国羽毛球比赛，26号早起伫第三镇的延平国小内展开。 现场也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各校、甲各种的学生，以及社会组的选手，拢做伙来参加。除了希望会当推广予搁较侪人来拍羽毛球以外，也希望会当呼吁大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。小朋友相当认真地来拍球，希望能在这届全国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。第三杯全国羽毛球混龄比赛。26号透早，伫第三镇延平国小开幕，现场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小、各种学生以及社会组的选手来参与。好，这一次我们107年竹山杯全国羽球分龄赛，我们共有4天，总共的场次有1250几场次，那有分为国小、国中，还有社会组分龄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。那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提升我们竹山地区的羽球风气，推动羽球的发展。借用这次的这个运动的赛事啊，跟运动爱台湾来做结合，也非常感谢我们教育部体育署，还有南投县教育处，还有南投县体育会的协助啊，能够让我们今天的赛事啊能够更加的顺利。第三杯全国羽毛球混龄比赛，到即马已经连续举办15年，所有的球员拢是在地各界，相当介意拍羽毛球的球友来世界找球员，甚至是家己赞助来完成举办。那从一开始，执行长庄文清老师，因为他是羽球教练，他连续办了15年，在我们竹山镇很多热爱羽球的社会人士，还有学校的人员，陆陆续续。来帮助他，协助他在赛事的执行，或者是经费的赞助，还有资源的补充，那非常的不简单哈，也不容易哈。这15年来，对学校的一个体育活动，我想帮忙更大。像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也因为这样子，也陆陆续续的参与羽球的练习，也成立了羽球队。那也希望说小朋友能够透过比赛的激励，更认真的去练习。那以后我们能够培育出另外一个戴志颖来。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赛事，让所有的这些选手在羽球会由中间来切磋球技，也能够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。透过良性竞争的比赛，来带动更加侪人共同来拍羽毛球，除了让选手有一个会当发挥的舞台，也会当做出好有更加侪人来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，重视自我的健康。记者刘川，长报道。